请吃老师傅带来今天第二道献给大家的料理，题目叫做锅溜松板猪土豆丝。锅溜松板猪，这也是开始。你油是要炸松板猪的，对，它是不是稍微煎过更好切？嗯，这样反而不好切。煎一下或穿一下。哦，煎一下穿一下。刀力的话没关系。嗯，蒜泥，蒜泥很。对，盐巴，香油，再油油，应该加盐吧？对，盐巴，白胡椒，胡椒吧。邱师傅是留学哪里的？是在竹北、竹中那个。新竹那里。新竹苗栗的。加的是脆姜粉，就是那个什么锅包肉的感觉。哦，好，来这边做醋溜。醋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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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醋溜
要起来了吗？再一下下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又加了什么？加水，然后这个酱油膏。酱油膏。没有加糖。还没。还没。糖，点胡椒。糖膏这样加的够吗？不够，再来，再来。嗯，这样够甜吗？够，一点点。咕溜了，芡。咕溜了。哦，你不要说蟹了，蟹，芡。小心，哎，小心。小心。哦。当当。可以啦。嗯，可以啦 ，OK 的。这样看起来很像那个韩国的糖醋肉。嗯。哦，对。我们刚才土豆是只有泡水，没有先加热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不是熟的哦。啊，要脆。有。哎，要骨溜喽。有啊，骨溜喽，糖醋肉。挺像的。古老肉。哇，他们俩是合在一起的哦。哎呀！请大声报好。他是没时间，骨溜松板猪土豆丝。来了第三层。对，第三层来了呀。好，完成。好高级哦！漂亮。好好吃哦。你会觉得太咸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够甜的，甜上。这里面有个醋溜土豆丝，有幸福。那你要喝水吗？有幸福的感觉，谢谢。嗯。松板猪的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就要讲，我们很少吃到像现在炸成肉条这种松板猪，对，很少。哇，真的很好。一般都用里脊肉，里脊肉是五花肉，但这很好吃。对，它这个，哎呦，脆弹，然后真的很弹，很舒服。嗯，哎呦，哇，这是松板猪，这是松板猪这样做起来，真的很棒。咬起来质感也很棒，非常好吃。哇，跟炖饭差太多了。嗯，用力，掌声鼓励。谢谢秋板老师。